哇塞，今天好香啊！什么？很香啊！吃一身柠檬汁。这是时装周那个酷饭，对，没有辣麦，你发明了一个新的方法。笑死，耳机都没声音还辣麦。别问了，就是央视的活动是不是？就好好的啊，不要讨论啊。好好，挺好的啊。不准你拉，这么搞笑，什么玩意？没有，把我的位置，你是人吗？你是人吗？我不来。还造谣我们台湾？没台湾。你们说我们台湾？我觉得只要是团体，一定是排外的。我刚刚就担心你说我们排外是不是不来了？我刚才说是不是你觉得上台？你不觉得就是如果组成一个小团体不排外这事儿，我们特别没劲吗？要的就是排外的感觉。那能排吗？你们西梅家族排外吗？我们特别排，因为我把我都排出去了，我到底不在那里头了，我都那个家族早就没了，我不知道。你们后来没约过饭吗？没有。那个家族的群主是谁啊？把他也排出去。没有，那个家族就是曾经也是很辉煌。没有，就存在过一星期吧。后来也就是存在过一星期，我也记不起来，就算了啊。上面的你们家族应该叫极客家族，极客成立，极客解散。对啊，对，就是极客电音那是吧？那你们是不是不喜欢不便秘的人啊？便秘才有资格入群。我们每天群里都要发喜报的，啊，每天打卡，每天打报喜，我拉屎，报喜，每天报喜，每天打卡。